刮蜆啊？呢啲大石下面會唔會多啲啊？冇啊，俾人刮曬咗佢啊！但係食唔食得㗎呢啲？唔食得你唔緊啊嘛？哦，呢啲係食得嘅。但你點知啲螺入邊有冇肉啊？有。哦，即係睇到嘅。係咪呢啲啊？呢啲大粒啲啊？啲大又冇肉嘅，但我見佢喐嘅頭先。是不是很久了呢、這个泳会？因为我就够使啊，周围去嘅，收咩先咁个会？系咪日日都嚟游水啊？而家几啊岁，冇咩地方会有猫沙灯啦。咁多唔多人报名啊？我哋睇下嗰啲灯啊，好多啊，几百个啦。哇，有几百个？我谂我知道有好多游泳班，我唔知道有咁样嘅泳会。咁其实都几得意啊，即係一班即係退咗休嘅朋友咁喺度，即係傾下偈啊，游下水啊，悠哉悠哉啊，咁啊又教下人游水，又有得賺下錢，咁都幾好啊！當自己收到藍色星球呢隻歌嘅 demo 嘅時候，其實真係有好多沙灘啊，即係好多好大自然嘅環境喺個腦度走出嚟。但是當今日真的有機會來到這些、就是、大自然的地方的時候，又有另一種感覺，就是真的不是好像想象中那麼漂亮或者是那麼乾淨。你望望這個沙灘對面已經是一些工廠的一些大廈，那其實不多不少那些廢物會流過來、或者是很多污糟也會在這邊，那所以其實整個沙灘都不是很乾淨。那 我知道其實不止這個沙灘是咁樣嘅，即係可能每個沙灘都會有一啲污糟嘅地方嘅。咁希望，我諗好難一下子要大家即係改曬所有嘢嘅。咁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嚇少少少少咁慢慢慢慢去保護自己嘅呢一個藍色星球。我都試過咁樣挖嗰啲蠔，挖完之後翻到屋企倒曬，因為唔敢食。